是我想放弃，而是你自己选择了放弃。在你心里一直认为我们不是在帮你，而是在针对你。你不认为你所做的有什么错，是我们小题大做。你认为我们不是在关心你，而是处处干涉你。所以我不觉得继续把时间浪费在你身上会有什么意义。对不起。傻瓜，你干嘛要跟我说对不起啊？要不是因为我，你的眼睛。不要担心，手术过后还是一样可以看到你的。到时你一定要教我打电脑游戏。不过不准这下游戏太恶心了。相公怎么会喜欢你？怎么嫁人呢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真是烦啊你。佩佩管家，你是管我的家，不是来管我的。你不要左一句大家闺秀，右一句伺候相公，上一句老夫人吩咐，下一句嫁个好人家。女人不是生下来就要伺候男人的？要知道先朝武则天也是女人，女人可以称半边天。你总是替男人说话，到底是不是女人啊？我这次这么做，一来是为了那些灾民，二来是为了帮我娘祈福。我不想作弊，如果我作弊，天会知道的。哎，看不出来你挺有毅力的嘛。我以前太刁蛮霸道了，做了很多惹我娘生气的事。时间啊，芳芳，你俾多次机会佢啊，佢真系好中意你噶。Give him a break， 佢自己放弃先噶。You're bullshitting， 芳芳，佢真系中意你噶，系咪啊 ，Jerry？ 系。你听啊，听啊。喂，靓仔。吓？夹女仔啊？啊？一次睇九个，青春活泼。啊，唔系啊。阿乐佢要钱啊？系咪听晒我讲嘢啊？点解而家佢咁样噶？以前都唔系咁嘅。因为后来佢长大咗，佢有一个真真正正嘅男人。呢啲叫长大，呢啲叫真真正正嘅男人啊！阿苏，点解你咁谂嘢嘅？换住呢个长庚，咁你点啊？哇！如果长庚有一啲啲似海乐，即刻嫁俾佢啊！吓？喂，你唔觉得咁样嘅男人好 romantic 咩？呢啲嘅 romantic 啊，一个咁烂赌嘅人叫好 romantic 咩？可能可以賭錢的咩？崔西，崔西，哎，崔西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不要吓我！伯父啊，伯父、啊！崔西他病了，快叫医生，快点！崔西犯病了，赶快去看看，快！哎，崔西，伯父，怎么办？崔西，不要紧的，哎，崔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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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咬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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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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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请你冷静一点，你听我说，你原谅我，崔西，对不起，你给我出去！崔西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伯父，伯父，你听听吗？不要讲，伯父，伯父。没事没事，崔西，崔西，我哪里像男人婆了？好，我就是没有女人味啊！不，你的女人味是与众不同的。方伟杰，你不要再逗我开心了。Sorry， 是我弄错了。走，我请你喝杯咖啡消消气。但是你是他的 FO， 在测试的时候只有你能帮他，
你不做小动作，不耍心眼，不假装昏倒，不按错钮，完全听从指示，麦克有什么理由不通过？上回你说陈教官要你配合表演，可是这次的 check partner 是柯允飞，他太自信太骄傲，他没有你跟陈教官的那种幽默，更没有那种调戏人家的兴致，他只想赶快的结束测试，所以 Michael 没通过测试，就是我搞的鬼，是吗？你是这个意思，是吗？是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公主，驸马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怎么会到这里？我收到消息说中原武林有人一直在追杀你，我怕你出事，所以带了一队勇士来协助你。驸马已经休息了，于姨有什么重要事吗？没什么，我想找驸马聊聊天。啊，我们关外的人太阳一下山就休息了，如果没事的话明天再说吧。哦，好吧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叫你打掉孩子，你为什么不打？没时间是吗？现在是。不要，不要，想你放手，不要我，孩子也是我的，我是不会把他打掉的。你以为你有了我的孩子，我就会跟你结婚吗？就算你把他给生下来，我也不会认他的，也不会跟你结婚。你不要痴心妄想了。Sam，你怎么可以为了钱抛弃心灵，跟别的女人订婚？一起在孤儿院长大，心里一直这么照顾你，我们本来是一对的嘛。玲珑在哪里？玲珑不实际存在，但它永远在你心里。眼泪流缠恨，你还是学不会往回飞。这就对了，你要记得摄影是用心去看，只要你对他有心，他就一定会回应你的。你看是不是充满了希望？我以为我可以承担一切，可是我不够坚强，我心里有个洞，连我自己也不能填满。可是可亲，我真的不要跟你在一起了，太辛苦了。请你转告他，我跟他是不可能有结果的。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你当然不能跟他在一起了。你就跟那些其他女人一样，专门欺骗老人的钱。那笔钱是他自愿给我的，我并没有欺骗他。如果不是你耍手段，他会把一大笔钱交给你吗？我再重申一次，那笔钱是他一厢情愿给我的，我并没有耍手段。我竟然杀了我自己的父亲，为什么命运要这样子作弄我？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也许是我不能适应都市的生活，面对复杂的世界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行，因此我选择来这里支教。对了，王老师，六年级的学生怎么就这几名啊？五和六一个班，我来教，你看行吗？好，谢老师，听您的。啊，另外我还想给学生们开音乐课、体育课、美术课，一到六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同时一起上这几门课。你能教这么多课吗？城里学校早就提倡素质教育，村里孩子不能只学数学和语文了。那也是，那也是。